3000多年前的古人穿什么衣服，你知道吗？这件心电彩陶罐会告诉你答案。这是3000年前的一对舞者，宽袍大袖，束腰平举双臂，缓缓队伍。长长的衣袖下垂，右手都有甩袖的动作。脚蹬大大的长筒靴，舞者的脚下是心电彩陶中常见的巨大羊角，如一座山，横亘整幅画面。也许这就是二位起舞的原因，获得了丰收，或羊群中增加了许多羊。其实从画中不仅看到了古人的服装，还能看到当时的发型。舞者的头发都是在头顶高高竖起的。3000年前的舞者令人遐想，也让人沉默。